江河之前有过两个打数，之前有过两个打数都是替补的身份上场，还没有安打的出现。现在三垒有人，上来投手还是毫不客气的就先来两个好球。今天我们看相对有点圈的机会不比蓝鹰狗少，但是呢并没有任何的这个适时的安打的出现。哦呦，这个球也投得挺刁钻的，对，配得很棒。我徐瑞哲也不错，两好球啊，面对这个外角偏低的快速球啊，没有被骗。他是一个右投左打的选手，毕业于这个嘉耀江南药理科技大学。这一球打成了一个三垒方向，三垒手挡下来，捡起来再传一垒 ，safe， 来不及。1-2，追回一分，而且代打的新秀许瑞泽呢，这时候是攻占上一垒，哇，这个记录上要记哦，记安打了，所以是他生涯的第一支安打，生涯的第一支安打，这时候是相当强劲的，让三垒手林志平只能用 him come， 是赞赞，用 him come 来懂，也看不懂，但没有把球收回来。嗯。哎，这个球还是要回来，因为这是徐瑞泽的生涯第一支安打，而且第一个打点，哇！我想这对教练团的印象会非常的深刻。爱加用啊，算球咱两个用而已的灾啊。徐瑞泽啊，又有脚程，那卡板呢？哦，像这种挡下来，第二个动作处理快哦，还是出局。